你好，你好，你好，请问这里是清水镇卢员外的府上吗？你们是谁呀？我们三位啊，是从崂山而来的捉妖道人。听说府上最近有妖作乱，不知是真是假呀？实不相瞒呐，此府主上卢员外久病成疾，气若游丝。后来听说他斥重金从不周山请了几名精研方术之士，以妖血为其起死回生。以后发生的事儿无人知晓，只知道第二天一早，这卢府呀就成眼下这副模样了。那府中其他相干人等呢？他们身在何处？其他人呢？都在里面呢，一会儿你就看见了。这里面的事儿就仰仗三位茅山大人了。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是崂山，不是茅山。哎，我所谓了。哎，双双，进屋之后啊，你藏在我身后，我保护你。保护好你自己吧。你怎么说话呢你啊？老规矩，这次我负责降妖。双双，嗯，你随我进屋布阵，封锁逃生出路。嗯。王生啊，你待在这儿，给我们殿后。为什么又是我殿后啊？龟哥，那我就跟着你，你可要好好保护我啊。鬼哥在，很安全。两位，我还在呢，能不能稍微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多宝贝啊！嘿，双双，我们要发财了！竟然有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啊！你们这群凡人，竟敢用我的命来续你们的命！我们只是恰巧路过，若有打扰，离开便是，离开便是。既然来了，哪能轻易放你们走？何方妖孽，还不速速现身！我现在不就在你们面前？还能怎么现身呢？鬼哥，鬼哥，你怎么倒下了？我已身负重伤，不能与你共同相邀，你尽力便好。那怎么办呢？当然是跑啊。王生，王生，开门。
少少，撑住，我来救你。又来一个送死，今日看来可以饱餐一顿。就凭你这把破剑，还敢跟我班门弄斧？庐山道士，天地玄魂，万妖伏藏。是。哎！王生，多谢女侠救命之恩。降妖除魔本是崂山道士的天职，我没有救你，你也不必谢我。哎，巧了，拿开！在下王生，正是崂山道法第四代传人，说起来和姑娘颇有渊源。不如想泡我？有这么明显吗？其实我只是想……想也不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你想什么都不行，你不配！我是想让你带我回崂山的。下辈子吧。明虚，好久不见，你知道我为何而来？不会把随心卷交给你的，有好意思？你以为就凭你们就能阻止我吗？师傅，您看见什么了？师父，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玄真杀回来了。不可能，这三生封印以天地人三才为基，只要这三灯一日不灭，玄真就一日无法对崂山构成威胁。师父，您多虑了吧。林峰，你个乌鸦嘴。师父您放心，倘若他日玄真如您所料卷土重来，徒儿必誓死守护崂山，守卫苍生。这些年啊，玄真怨恨积累，功力更胜当年，仅凭我们这几个人之力，恐怕是以卵击石。如今只有找到我崂山随心卷的命定之人，依靠随心道法才能化此劫难。莫非师父已有人选？过来。
最近有没有梦到祖师爷呀？啊？啊？有没有？没有啊？啊，没有就等一等了。哎，等等。哎，兄弟，你知道崂山怎么走吗？不清楚，你去前面问一下吧。行，谢谢啊。谁啊？谁？你别躲着啊！谁啊？给我出来！哎，我看你这件锈迹斑驳，难堪大用，贫道还能拿来烧鸡，算是不错。岂有此理！竟敢用我的剑烤鸡，还给我！哎呀，这鸡肉啊，肉肥味美，人间的好食物啊！好香啊！哎呦，不尊，那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哎呦，这鸡啊，应该是可以吃了。你到底是何方神圣？有些宝剑一身锋芒，却少了打磨，并且锈迹难盖；有些人才啊，一身天赋却没有好的机遇，始终一辈子悟不了道。年轻人，我知道你一心向道，但你可知道道？道往往不在山高，而是在脚下。你说这事儿闹的，非搞这么大一出。你也是挺不容易的，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深山老林里坑蒙拐骗。不过，看在你我四世同行，今日就不与你计较了啊！这鸡呢，也不客气了。呀！救命啊！救命啊！你竟然穿墙而过，你怎么做到的？逍遥在心，不在物形。心中无墙，那墙就不会成为你的障碍。而我这逍遥剑，嘿嘿嘿，它是可以让人心不被那些尘埃物形所困的至尊法宝啊！逍遥剑，想要吗？哦，我可以传授给你，但是呢，哎呀，你怎么总对他念念不忘啊？我若舍了他，我爹会打死我的。不行不行不行，有这么严重吗？啊，打死你！我跟你说，他就是把锈剑嘛，至于吗？至于。这剑虽然一文不值，但对我却至关重要。相传，我的曾祖父是名震天下的崂山道人，一生除魔卫道，正气凛然。
他死后，崂山便将此剑传给他的后人，以盼后辈之人能凭此剑护天下苍生，以继承他的遗志。只见那道人仅用单手便能和我往来数十回合，我那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一招声东击西，请君入瓮，把他打得屁滚尿流啊！啊，那道人果然是个尸尾勾的，他竟然当我的面，唰，穿墙而过。哎，后来我一问才知，他这一身的功法都是拜着逍遥界所赐。哈，哎，最后他见我天赋异禀，便将此戒传给了我。从此，守护天下苍生的重担便落在了我王生的肩上。如今啊，我是万事俱备，只缺一名能照顾、包容且形象好、气质佳的女助理。双双，你要不要试一试啊？真有那么神奇吗？我跟你说啊，姐，我可是见过世面的人，你少胡。不可否认啊，我刚才的话呢，确实有几分夸张的成分。但是，对于这一枚戒指，我可是句句属实啊！不信你看。哎，王生啊，关于崂山的故事呢，儿时的我也曾听家父作为笑谈，偶尔的提及过。这样吧，如若真能如你所说，凭此戒指可以穿过此墙，那么我阿鬼就做你的助理，如何？对不起啊，因为性别的原因，暂时无法满足对助理的要求。哼，哎，但是我还缺一个替我背包扛剑的书童，哎，这个工作更适合你。废话少说，来吧。那你可要看好了，大家一起来看啊，免得赖账。看，我只表演一次啊，若事后你赖账翻脸，诸位，请帮我做个见证。姐姐，你看。天地玄黄，各安其方，王修万劫，正无神功。哇！穿墙神术好厉害啊。王生，你还是回去卖豆腐吧，这太为难自己了，对不对？对，对。你看哥哥出丑了吧？哎，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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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算了算了，你看把墙都撞了。撞吧。豆腐，丢我！干什么你啊？你往哪跑？豆腐打死你！你不是，站住！这戒指，爹，爹，你疼我你！干什么戒指？站住！爹，我让你崂山道术，崂山道术，让你不好好卖豆腐，学别人招摇撞骗。骗你，你是不孝子！我没有那个不成器的儿子。你们小畜生，为什么连你也不相信我？
你身上的剑呢？剑呢？卖了。你个兔崽子！你个兔崽子！你不把钱给我找回来，你就别回这个家！你死在外头！老片子，老片子，给我出来！老片子，快出来！看我怎么教育你！这个臭道士跑这么快，行，爷爷我今天就赖这儿了，有本事就永远别回来，看谁耗得过谁。嗯，这就是真正的崂山，我来了。你谁啊？干嘛啊？哦，轻点，轻点，轻点！哎呦，竟然是你，女侠，是你啊！没想到在这儿还能遇见你啊！所以说嘛，缘分这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妙不可言。哎，两位新朋友，还未请教，尊姓大名啊？牧尘，此人你认识？不过是山下一个对我爱慕已久的捉妖师而已，不值一提。说爱慕就有点夸张了，仰慕倒是有这么一点。捉妖师，这世上怎么还会有这种奇怪的职业？他若是捉妖师啊，能穿过结界来到这里，想必一定和玄真有所勾结。以我愚见，不如你们要干什么？慢着，师傅。师傅，这是我崂山法界，怎么在你那里呢？这是前几天一个白胡子老头给我的，跟我没关系啊。什么？白胡子老头？祖师爷竟会托梦于你，你是何人？为何来此？在下姓王，名声。此番前来崂山，只为求道，不为别的。各位，没必要这么紧张嘛。看来我崂山的无上随心道法，后继有人喽。师父，哎，相传只要得悟此道，便可通生死、显神通，让世间的万事万物随心而运。哎。年轻人，你刚刚说为何而来呢？弟子日盼夜盼，就盼今日，弟子一定要好好学道，不负所托。师父，来，要学习随心道法，你必定要成为真正的崂山道人。王生，
确定你是来求道的吗？师父，这也太草率了吧。确定，弟子完全确定。好，武臣啊，他就交给你了。师姐，你这是干嘛呀？搞得我好紧张啊。每个新入崂山的弟子，师父都会命我好生招待，替他洗洗尘。咱们才刚认识，这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没事，一点儿也不快。师姐，原来你喜欢这么玩啊？你想怎么洗啊？先洗掉你的贪财好色，再洗掉你的油嘴滑舌，洗掉你身上所有的坏毛病。王生，你为何求道？不是你们祖师爷让我来的吗？我就你有病吗？你打我干嘛？说。因为我想和你们一样，成为守护天下苍生的大英雄。你骗我！为什么你连这也要打我呀？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为何求道？对吧？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对你产生了排山倒海的爱慕之情。师姐，我来崂山其实是为了你。你放屁！师父，您就真的打算将随心卷传给一个外人吗？太清真人都相信他，咱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他？崂山弟子众多，为什么一定要是王生？随心卷只传命定之人，你命里无他，若是一意孤行，只会坠入魔道。玄真当年就是这样。可是师父，王生他的身世，我们不能决定他的过去，但是却能引导他的未来。那师父可有打算将真相告诉大家，也告诉王生？再等等吧。不能再等了，玄真不日便会杀回崂山，那臭小子如何在短短几日内领悟随心道法？这根本就不可能。是啊，再这样等下去啊，崂山迟早要毁在那臭小子手里。唉，若崂山不在，这世间大道何在啊？道本就不在崂山，而是存于人心，存于万物。前几日他不过还是一个招摇撞骗的捉妖师，难道这种人心里也有道吗？还有玄真，他当年为夺随心卷不惜欺师灭祖，难道他的心中也有道吗？大师兄，你倒是说句话呀。我同意师父所说，既然师父相信他能够带领崂山度过劫难，那你我作为崂山的弟子也应无条件地相信他，相信王生。哎，他人呢？走了。昨天太忙了，忘了给你松绑。你要干什么？我这不是怕你想不开，特意过来照顾你吗？来，你把这药喝了，喝了你就不疼了。我不要你照顾，你给我让开。哎，老娘低声下气的在这儿伺候你，你个臭小子，可别不知好歹啊。女侠，咱俩萍水相逢，你真没必要这么委屈自己。
还没娶媳妇儿，你就可怜可怜我，放我一条生路吧！啊！王生，你要去哪儿啊？啊？啊！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一批豆腐还没有卖。你也知道这大夏天的，豆腐要卖不出去，那不就成臭豆腐了吗？哎呀，想当初你舍剑求道，就是为了不卖豆腐吗？怎么那么快就放弃了？这我的剑。想当年，有恒师兄为护崂山之道舍生取义，他临死之前命我把他的皈依剑传给他的后人，一盼后世之人能承其衣钵，除魔卫道。哎呀，想不到他的后人竟会让这把剑蒙尘呐！哎呀，什么？你是有恒师伯的后人？有恒师伯道法无边，英雄盖世。这爷俩也太不卦相了吧！有恒师兄他曾经也一度被认为是整个崂山弟子当中最一无是处之人，哎，不信啊，你看，在为师还只是一名道童的时候，便听说崂山有位叫有恒的怪道士，终日只知舞文弄墨，足不出户，再加上不善言辞，性格孤僻，以致整个崂山上下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除了师父太清真人。而我的师弟玄真道却正好相反，他天赋过人，且日日苦练，很快师兄弟中已无人是他的对手。然大道有常，而人欲无常，玄真为了变得更强，竟对随心道法起了贪念，但师父看清了他心中的魔相，因而拒绝了他。没想到玄真竟然坠入魔道的玄真，为夺随心卷，也将阻止他的崂山弟子流露殆尽。这世间之道，真是玄妙无穷，谁能想得到这终日逍遥无为的有恒竟成了所有弟子间第一个悟道之人。最终有恒师兄舍命将玄真封印，化解了那场劫难。后来我便一直等待着如师兄一般的人能继承我崂山随心道法，哎呀，没想到这一等居然等了那么多年，你的曾祖父把未竟之事委付于你，你可不能让此剑再次蒙尘。原来我的曾祖父叫有恒，我真的是崂山道士的后人。师父遇见之事极待应验，这该如何是好啊？只要人灯未灭，就仍有一线生机，要不再等等王生。师妹你啊，真是和他老人家待久了，说话越来越像他。不过是灯灭而已，只要法阵修复，那崂山此劫又从何而来？不太好吧，无极谷可是禁地，若让师父知道了我们私自前去，那岂不是……那你就留在这儿，陪师父他老人家再等等，再等等吧。Thank you.
失望。嗯，怎么做到的呀？法界乃人与天地的载体，人无法对抗天地，但却能通过此物借天地之道顺势而为。师父，这也太厉害了吧。崂山道法，欲物为上，欲气次之。但是最厉害的当属御剑之道。道生万物，从少而多。然天下万物生于有而已，生于无。可是短短几日，我怎么可能达到这种境界啊？师父，有没有速成之法呀？哎呀，你还记得祖师爷跟你说过的话吗？他说：“哎呀，这鸡肉啊，肉肥味美，人间的好食物啊！”哎呀，不是这句，下一句。他还说，你若是喜欢，就拿去烤鸡好了。崂山道法，只为苍生，不为私心，切记，切记。哎呀，你看，这是咱们崂山道法的修行之法呀，你早就知道了。哎，啊，那还等什么？赶紧开始吧。哎呀，别急。为师带你去放松放松。嗯，去哪儿放松啊？要想重启封印，需先念动三声咒灭灯。灯灭之后，切莫轻举妄动，听我口令。天地玄宗，誓要灭邪，三生法阵。这是怎么了？你们随我速速念咒，重启法阵。天地玄宗，只要灭邪，只要灭三生法阵，三生法阵，切切切切！别白费力气了。多年以来，我勤学苦修，从未间断。但是那个老东西，却要将随心卷传给王生。师兄，你要干什么？我要将真相告诉你们。师父要将崂山推入深渊，那徒儿就助你一臂之力，将这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崂山之道撕破颠倒。武阳打算用自己的肉身解除封印，这是为什么？你口中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一会儿就知道了。
谢谢。哎，行行好吧。啊，老板，来方便。哎，你们看到？哎，师傅，这边。白鹿镇可是这方圆十里之内最好的烟火之地，你既去不掉身上的烟火之气，那就试着与它共存啊。嗯，我知道，我知道，师傅这是要传授我，阴阳相承之道。孺子可教也。师傅，你说这。师傅，师傅。今晚登场了，这么小的人等他登场听故事呢？什么呀？这回会讲什么故事呢？让我也看看。人性过呀。今日的故事名叫《双生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朵花。相传，在幽泉之地，有着一种奇怪的花。它并蒂双生，日夜相缠。黄泉路上的恶鬼称其为双生幽。啊！此花一生灿烂，后经三千缘法，修得人身。他们发誓，如一花灭，另一花也绝不苟且。那后来呢？对啊，就是后来呢？后来如何？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赶紧说呀！姑娘，快说呀！只叹几番天涯，一生仿若一刹。他们虽恪守誓言，却敌不过漫漫浮世途间，人心贪。那另一朵花呢？又在何处？如今他生无可恋，一心求死，但在死前他还有一事不知。什么事啊？这是何事啊？妖本就该与人分享这天地，可是你们人却为一己私欲而将我们赶尽杀绝。到底是妖要灭人，还是人要灭妖？想离开这里。妖怪！妖怪！师父，妖怪！我是崂山地主，我保什么呀？妖孽！崂山弟子在此，还不速速放开他们，否则休怪我！崂山弟子不过是个冒牌货。
因为我想和你们一样。哎，你还记得祖师爷跟你说过的话吗？崂山道啊，只为苍生。回到你曾经的归处，不要再害人了。我回不去，那个地方已经不在就是当年的气道之人玄真。气道？为何你们就是求道之人，而我却成了气道之人？难道你们魔就是魔，需要狡辩？不要打断我。他没有法界，进不了崂山。师弟，我们拖住他。好。若是还活着该有多好啊，至少还能有个对手。别高兴得太早，会有人来阻止你的。我知道。王生吗？可是这天底下
怎么会有一家人自相残杀的道理？你胡说什么？王胜他分明是……难不成你真的以为仅凭一句谎言就能守得住崂山吗？那王生是我玄真的后人，他最终也只会踏入我玄真之道。啊，既然来了，也好，让他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他们。我玄真回来了。王生，此妖一心求死，你为何要留给他一线生机呢？都说道与妖邪善恶有别，但这双生幽兰分明就是可怜之人，徒儿想替他另觅归处。所以祖师爷才会铸随心卷，以随心之法行天地之道啊。王生，你求道已成，是时候了。这么快？这也太突然了吧。师父，要不再等等，再等等吧。你个臭小子，学我说话是吧？好，回去给你好看。走。师傅，师傅，怎么能等到？师傅，我都没有想到，我今天可以这么厉害。那接下来准备教点啥呀？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想学那个，就那个特别厉害的那招，就算。对，师姐。你这是何人所伤？自己人。谁那么没轻没重？我帮你去教训他。师父，玄真就要杀回来了。那还愣着干嘛呀？只有练成随心道法才能阻止玄真。哎，快走。随心卷不能给你。师父，你看他又这样。我知道你看我平时不顺眼，但能不能以大局为重，先把……师父，时至今日，你难道还不打算将真相告诉给他吗？告诉王生，他到底是谁？真相？什么真相啊？你不说，我说。姚恒他根本就……姚恒他的确是当年舍生为道的人。至善之人，但是你不是他的后人。什么意思啊？你曾祖父正是当年为夺随心卷而背叛师门的气道之人玄真。是我骗了你。师父，你别开玩笑了，我若真的是玄真的曾孙子，那祖师爷怎么可能把他的法界给我呀？对不对？师父，别闹了，走。我若将真相告诉你，说你的曾祖父是个魔头，你还能好好待在崂山吗？啊？还有你们，你们若是知道真相，还会接纳他吗？崂山要守，苍生要护。
是祖师爷在这个地方选中的你，不是我，我还能干什么？我只能骗你们。师父，原来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你鼓励我要找到自己的道，到头来我走的不过是你明虚的道，这建立在谎言之上的虚伪之道，要走你自己走。若让气道之人领悟随心道法，世间万物将逆道而行，这场劫难不单只在崂山，只有你可以阻止他。我只是个卖豆腐的，你们找错人了。王胜，回来，你给我回来。王胜，王生回来了！哎呀，王生，先回来啊！这次回来呀，肯定是不一样，那是学了艺的，是不是？就是啊，你看看我怎么样？我能不能留你身边，还给你当个助理什么的？快去看看吧。你们瞧瞧啊，学艺原来就是不一样的啊！是啊，你这个是咋样？是啊，多精神啊！爹，哟，生儿，你回来的正好，还不赶快拜见你曾祖父？你可知，这剑应该指向敌人，而不是自己的亲人。那他们呢？他们也是敌人吗？你放肆！这可是你太爷爷，你别没大没小啊！来来来，把剑收起来，听我的，收起来，收起来！他是我，你眼睛看到的都是这魔的幻境，你醒醒！这不是我所编造的幻境，而是你爹所看到的现实。他日日盼着他的儿子能出人头地，受人敬仰，你怎能忍心把真相告诉他？你就不怕他像你一样被真相所折磨，万劫？可你为什么要杀死？别打断我！你看看你爹，本来他应该跟其他人一起死去，可现在他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若是你……但是我有。我有法器，我能带你去崂山。
再不爬这个破台阶了。我早就说过，将这归一关牵制山下，那样各位道友穿个门也方便。就是啊。王生，你竟然带着这叛徒杀回老身，我们真是看错了你。你又能好到哪儿去啊？整天怀疑我对你心怀不轨，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身材扁平，面色寡淡，我王生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没有自知之明的女人。你说我面色寡淡，身材扁平，那你呢？獐头鼠目，骨瘦如柴，丑不堪言，软弱无能。你当着这么多人面说我软，你难道这还不够明显吗？你去，你，你这样就过分了，是可耻。不，你给我闭嘴！给我闭嘴！这个泼妇就交给我了，我要和他决一生死。正好，我和我明虚师弟去叙叙旧，那就不打扰了。其他人等，速速前往藏经阁，阻止玄真。是。王生，既然你背离老山之道，那今日我就将老山给你的东西一一取回。哎呀，若不是你手中这把剑，我都快认不出你了，明虚师弟，你老。有点快呀！你为一己私欲，弃道入魔，即使皮囊不朽不败，又有何用啊？师弟呀，你有所不知，皮囊这东西可太有用了。那我就将你这副皮囊再次封印，省得你再为祸人间。天而行，咎由自取。今日我如你所愿，用三生封印，让你不生不死，不入轮回。明虚师弟，我早就说过，你老了。玄真的传人，你们这些邪魔歪道，休想得到随心卷。师父，徒儿认为，您的天地之道是道，玄真的自在有我之道也是道，道不分正邪，只是众人看待万事万物的角度不同罢了。说的近似有几分道理，但你错就错在。你伤害了我，你深深的伤害了我。你用谎言欺骗我，纵容同门取笑我，还不给我吃饭，虐待我，你明虚。
才是真正的入魔之人。既然如此，就这样办。是必须这样。玄真师兄，我如你所愿，把随心卷交给你。是我的，你体内流淌的血还是我的，为什么？为什么连你也要阻止我？我是单纯的讨厌你，所以即使是死，也绝不会走你玄真的道。你的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师姐，不要太想我。
生他去了哪里？他去了虚空之境，他救了崂山，他救了我们。是，那谁去救他呀？现在这里只有你和我，是时候做个了结了。既然如此，那我就成全你。这是什么鬼地方？竟然无法结业运气？那就不比道法，比比谁的拳头更硬。我们敢于面对自己，他相信我们，我们就应该相信他。师父，人为何要求道啊？道就像一排竹筏，求道之人乘竹筏自渡，才能抵达彼岸。那彼岸又能看见什么？自己，千千万万个自己。有时候善恶仅在一线之间，玄真如此，你王生亦是如此。而只有通过道，才能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是卖豆腐的王生，捉妖怪的王生，胆小的王生，吹牛的王生，爱说谎的王生。但在你面前，我是崂山道人王生。
你王胜流的是我玄真的血，为什么你……我也是今天才明白，祖师爷助随心道法，其实是为了让得道之人一心护卫这天地之道，而不是让你这气道之人逆天而行。所以你命中注定无法得到这随心卷。你胡说，我忍你很久了，我最讨厌别人打断我，你到底要我……抱歉，我并不想打断你，不过你真的太啰嗦了。那你就去死吧。师父，我不饿。我不饿是吧？哎呀，嗯，师父你怎么这样啊？这个鸡腿就是我的喽。哎，不是，啊，师父，师父，师父，鸡腿可不可以分我一口啊？师父，那鸡翅膀也行啊。师父，哎，师父，我好饿啊，我吃饭。